没事，扶起来，我可以扶起来，不可怕，还蛮好玩的。哇，真的是变泡温泉。今天很特别，今天呢是滴滴第一次游泳，那现在呢我们要前往滴滴游泳的地方去拍摄滴滴第一次游泳，你期待吗？其实他很有梗，他不会游啊，他不会游啊，他就像泡澡一样。我是游泳选手，所以他应该是。他就像在泡澡一样，你更不会游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游泳现场，司机，为什么会有小美人鱼？是你要游是不是？你刚睡醒，满头发怎么？是你游的，就这样游泳，好棒啊！有什么想法？会有那种泡温泉的时候，那个水温不能高于心脏，不能高于心脏，因为这样子会耗呼吸会喘。是啊，对。不是太温柔的游泳圈，不是，他这是游泳，不是泡温泉，他是水陆两用。他不会游泳，他会啊。是啊，他怎么游？我那时候教他。会不会是因为他在肚子里游？对啊。怎么游？他会蛙式吗？他会潜水吗？不会，他真的是有点屎。阿弟要来游泳了，我们的主角来喽，来喽，弟弟要游泳，他还特别隔一个这个玻璃，就怕我吵到他。弟弟在看大象图，放那个你啊，弟弟，嗨，弟弟，嗨，弟弟，游泳啊！我们想说，到底龟缸哎，变大转游什么游啊？弟弟裸体，还要套游泳圈，他想说，我一个婴儿容易吗？不开心了，下去了，弟弟是什么感觉啊？我吓到了！不要，我吓到了！这是游泳最痛苦的一个。不要！没事，扶起来，我可以扶起来。不可怕，还蛮好玩的。这什么感觉？很不好操！好舒服啊，游啊游，哦，会转弯。还不错啊，原来游泳是这种感觉啊，我还要把配音丢的。Q 我，好好笑哦！爸爸，你看我会游泳哎，爸爸，那是因为你有游泳圈。哦，爸爸，你看我后腿，爸爸，你看我踢踢踢，你们要去哪？都把我丢在这里啊！爸爸，我在干嘛？这里可以尿尿吗？这里是可以尿尿的吗？不是大家都在游泳池尿尿吗？我尿个尿好了，我可以游泳哎，原来我是游泳健将啊！我游啊游。嗨，爸爸姐姐，你看我的游泳吗？厉害吧？我会游泳，我是游泳健将。不行啊，我露点了，帮我做一下马赛克。转过去不给你们看。我的游泳啊，我的脚歪掉了。又折了，耶！我的游泳好得意啊，原来我是会游泳的人啊。啊，没想到啊，我一出生才一个多月，我就会游泳了。我不想游了，我不想游了。我不想游了，我不想再游了，好像鼻子有一下的感觉啊！不要！好矛盾啊！姐姐，你要不要一起来游啊？姐姐，哇，真的是变泡温泉了！嗨，弟弟，好哇，你真的是也太舒压了吧！泡温泉了，他不也要游泳？啊，他喜欢泡温泉。对。